哎，这个好。我也买那个西瓜了。爆发力和耐力都挺好，而且特别有力量，相似度大概有90%这种感觉。就比如说他们都很聪明，就像以前经历过这些事情一样，一教就会。看他们俩这个两个姿势。我们也跟一些奥运骑手去沟通过，每个人的有可能不止一匹马啊，有可能参赛他们会同时两三匹马过去，每匹马的价值呢，从几百万甚至到1-2千万都是非常高的一个。从克隆马上的话呢，我们因为可以更好的去降低这个比如说马的繁育的。这是伴侣马，就是最佳的。那个小的是克兰，年龄大的会显得。